厉害吗？我们这是什么？我们这是小弟弟。这个是小弟弟喝的。好大份啊！来，姐姐，吃一个肥肉配个大蒜，你试试。嗯。跟你平常吃的蒜一样吗？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是 Max。现在我们出发去这个甘南了。今天时间稍微耽误了一下，有点晚了。然后咱们这两个朋友不是吃不了牛肉面嘛，我们自己去享受了一下，带他们来买点包子。没有萝卜的了，那有什么的？现在这边是我们的早餐包子啊，基本上都是美元一个。然后呢，所有的粥，哦，粥不价格。好，算了吧，我就不给大家念价格了，反正2块3块左右，一两马币。大肉一个。你买的什么包子呀？我买了一个鸡汤大肉包跟胡萝卜包。胡萝卜包。哦。还有个地瓜皮包。哦，地皮。我要 LV 包。没有。多少？2块。你俩就吃这两个？啊。好好。要买水一会儿。啊，水我去买吧。去买两瓶矿泉水。老板，来四个水。哎呦，没事，这个就给我吧，抱歉啊。然后扫码，8块钱，8块钱，不要这张，不要了吧？啊，不用，环保一点，不要了，谢谢。走了，我们现在向美丽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出发了啊。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沿途给大家放无人机。萝卜的，我都好久没吃过这个包子了。那个昨天晚上酒店怎么样？好是吧？嗯，对，清洁，然后又可能又新，然后还有智能小乐，对吧？小乐，很可爱，还会唱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，对不对？被我玩坏呀，你知道吗？我让他播歌，他说你没有这个系统。哦，昨天晚上也是更搞笑。我说小乐我要睡觉了，他说好的，然后就给我放儿童歌，要给我气的都不行了。我觉得那个酒店以后可以把马来西亚朋友带过来，让他们在那住。对。但是唯一一个问题就是得有我的身份证，然后我再去问问老板吧。嗯。现在慢慢的树躲起来了。我们到了宁夏回族这边了啊，这边是回民特别多，然后找一个能吃猪肉的地方真的是不容易啊，因为两个人是一个不吃牛，一个不吃羊，难到我了。Hello， 我们五位。什么？五个人。五个人坐这个里面。啊，坐这里面。五个人里面能坐。好。四个人吗？四个人。我记错了。奇怪，有什么问题？我想讲五个人，我可能跟妮妮说话，一直把妮妮给塞进去了。啊。哇，临洮的物价都是比较高了啊，像土豆丝16，哇，这里比我们家物价高了很多很多。嗯，我们贵了一倍啊，我们那边炒菜土豆像土豆丝才8块钱，随便我们吃点哦。你们看一看啊，这边是猪肉的，猪头也不吃啊，只吃五花肉啊。嗯，那你们叫猪呀？哇，来个茶。好。来个五花肉吧。五花肉。嗯。五花肉要多少双？要一点点。要个小半斤吧。半斤。啊。行。那你爆炒一下吧。行。行，这边是这个特色的卤肉啊，然后再自己选完之后，他们再处理一下。可以啊，那就来小半斤。啊，好。半斤。小半斤，半斤吧。我们吃不了，我们点了菜了，吃不了太多。要这边肥一点，这边瘦一点。我要瘦一点的。就这么可好啊！少来点，太多了，再来一半吧。这又不是我们亲缘肉，那就我们太少的话，我们不给你加工炒的。哦。太少，半斤一下我们。那这是多少？这是24块钱的。24块钱的是吧？24块钱，都多重啊？八两啊，八两，0.8千克。好 ，OK， 那就这个吧。嗯。给你看一看我们本地人喝茶这个茶罐。茶都是这么泡的哦，厉害吗？我们这是什么？我们这是小弟弟。这个是小弟弟喝的。
这个是小弟弟喝的，你笑死我！这是爷爷们喝的，闷特的。对，小弟弟喝的是这个。你们喝饮料吗？哎，喝饮料吗？你要不要喝？你爱喝这个大窑？我喝过了，我要喝那个黑色的大窑。我去看，来个银牛吧，那个大窑黑的。黑的哦，冷藏的有呢。啊，冷藏就冷藏的，那黑的一个，黄的一个，谢谢。姐姐，你要吃这个蒜。你晶晶，你尝一尝这个蒜，这个蒜跟你在外面吃到的不一样。哎，现在别吃，你现在都没有，你一口蒜味，你凶死我了你。等会儿吃肉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尝一尝。配肉吃，我们家的蒜啊，跟咱们在其他地方不一样。不是说马来西亚不一样，是中国其他地方都不一样。因为我们这边的蒜都是新蒜，像水果蔬菜，我们把它当蔬菜。哦。嗯，它没有那么辣，没有那么骚。哎，蒜是骚吗？等一下尝尝看。尝尝看呢。它有点紫紫的。对，新蒜呀，你一放，我们吃的所有的蒜都是这么变过来的。辣吗？不是很辣，就是因为不是很辣啊。你看马来西亚人啊，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穷乡僻壤，就感觉拍呀拍呀拍呀。哎，来，我们的矿泉水好了，看我们开一罐。我来开。刚才跟你们说了蒜，在我们这边西北这一块去到外面省的时候，路边的饭馆都是老三样。蒜、辣椒、醋。因为是吃面的，吃面肉。对，看看我们这个量，真的好大份啊，好大份啊，真的。我有种感觉，我们好像多了。还有一个菜花，啊，你们水花能说多你们？这是回锅肉，弄错了。但我觉得这个卤肉好吃，我尝一尝这个蒜。来，姐姐，吃一个肥肉配个大蒜，你试试。跟你平常吃到的蒜一样吗？这个肥肉。对。哇，你一口觉得是不是没有那么冲？没有那么辣。对吧？嗯。你再来一口肉更好，一定要再来一口肉压一压。塞不进了。塞不进了。你吃了吗？好吃是吧？你们猜多少钱？100多，105，姐姐那个米饭，而且因为这分量大，我们吃不完，还有一个菜打包了已经。对，在这。对，这边已经打包了。哇塞！吃不完，在这里还只能微信付钱。超贵，只能微信付。刷卡什么都不行。毫不夸张的说，今天这顿炒肉。是我吃到最好吃的这种炒肉片了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们还以为是回锅肉，人家结果是卤完再炒，好吃啊！很好吃。这家店定位我已经留好了，下一次带马来西亚的朋友去甘南去旅游，我们一定会来这里去吃一吃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准备出发去下一趟了。说实话，到了这个甘南地界啊，到处都是这个牛了。咩？牛怎么读 ？Hello。你问他吃不吃？来交个朋友。交个朋友。你想笑死我吗？那牛一脸懵。现在我们到了这个甘南第一站拉卜楞寺。先外面去换个服装，然后他们要换一换这个藏族的服饰去拍照。行，那我跟他们先去看一看吧，然后再去寺庙里面逛一逛。这边啊，商业气息还是很浓厚的啊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选择你自己要的服装。来，我们随便挑一家吗？来，这个奶奶家。你要去哪里？去找找看。啊，这一家是这个服装出租的啊，然后还有化妆啊。里面是这个藏族的传统服装啊，租赁的。然后这边呢就是我有价格啊，你们看，像这个藏式服饰是158一套啊，还有这个妆容、造型等等。
啊、哦，两个小时啊。啊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哇，这边这些照片好美啊！我刚看到啊，这个旁边啊有个宾馆，进到甘南这里，你看啊，就连这个宾馆都像是旅游景点，哦，哇。这里的住宿我跟你说啊，一般都不便宜。像这个照片呢，就是下雪之后的甘南了。这是当地的这个三轮车啊，我们家里其实也都有这个的。甘南藏族自治州是中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，它位于甘肃省西南部，境内草原广阔，海拔在2960米，平均气温1.7摄氏度。提到这里，不得不说拉卜楞寺。在这里，我们能看见世界上最长的转经长廊，藏式风情非常浓郁。甘南对许多人来说，一直是以神秘的角色存在着。它曾经也是甘肃最穷的地方。这里也是刘德华主演的《天下无贼》电影取景地之一，拉卜楞寺也是活佛大师的府邸，它面积非常大，也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，被誉为世界藏学府。